你们啊，都觉得我在浪费了，其实不是的，菠萝蜜熟了，砖墙地啊是卖不出去的，只能砍掉啊当肥料的。看，如果啊你们喜欢吃的，树上还有很多好的呢，不妨啊送个免费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，几十米啊给你发，满满一大个呢。